No, but I swear I've heard that before. But I haven't, it was on like, one of those specials on the Discovery Channel or something. I guess they're taking off.内华达州神秘五十一区拍到外星人，只要提到外星人，通常就会提到美国的五十一区 Area 五十一，这个在地图上跟官方文件上不存在的军事基地，一直以来都被神秘的传说所围绕着。据说政府在这里跟外星人见面。五十一区是外星人在地球的庇护所，据说有许多人在五十一区目睹不明闪光，甚至说这里的居民就是外星人。最近一段声称外星人访谈的影片又在网络上爆红。好莱坞制作的一些惊恐大片，比如独立日以及 X 档案等影片，使人们对51号地区不再感到那么的陌生，但却为这个地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这些大片中，人们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该地区一定储存着美国政府正在秘密研制的一些绝密技术。会是什么呢？51区是美国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秘密空军基地，位于新狼山脚下，离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130公里。绿屋被相信就处于这个军事基地，所谓的绿屋里面是国家首脑观看外星人冰冻尸体的地方，每一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都会前去参观。绿屋内可能不仅仅包括外星人的残骸，可能还有外星人乘坐的飞船碎片，可能正是罗斯威尔飞碟坠毁所留下的残骸。陌生人从来不被允许访问这个基地，即使是军人也被严格禁止泄露任何有关51区内部生活的秘密。当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美国的时候，布什总统并没有邀请普京访问绿屋，也没有让他看任何外星生物的尸体。其实在2013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首度松口承认51区确实存在。曾有一位自称在曾在51区工作过的员工表示，自己在 F4 地下基地中看到过九架飞碟，并曾无意中见到一个矮小但脑袋硕大的灰色外星人。1950年当美国政府在内华达州建立核武器试验的时，51区也在其中。在军事地图上，试验地被分区编号，51区因此得名。整个地区的面积为144平方英里，是一块位于内华达州沙漠地带的干涸河床。直到1994年以前，美国军方都对外否认存在这个连军事飞机也不准进入其上空的禁区，现在也不愿透露任何有关它的情况。作为美国土地上保密程度最高的一块地盘，自然会产生种种神秘的传说。51号地区也被人跟外星人扯上了关系，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 UFO 爱好者和指控美国政府一直在这一地区进行某种阴谋活动的批评人是希望了解的神秘地方。表面看来，51号地区就像是一个由飞机机库、储存仓库以及跑道组成的普通试验场，但进一步的观察却显示出令人很感兴趣的内容。而在2016年，中国长光卫星公司曾公布了美国51区基地最新的卫星照片。有意思的是，这里居然有世界罕见的7公里长的跑道。第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该地区南部一条长度超过3英里的跑道，跑道一边是好几处飞机库，其中几个外形非常巨大，屋顶都被漆成白色。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一座空中交通管制天线，这座天线底座呈长方形，长400英尺，而天线本身高150英尺，所以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从12英里以外都可以看到这座天线。总而言之，上述两点使得这一空军轰炸机基地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处典型的军事基地，不如说是像科幻电影里的一个虚拟场景。不明飞行物研究专家认为，51区的行为与宇宙外的文明有直接关系。在这个基地周围可已经常发现一些球形、
三角形以及类似飞盘形状的不明飞行物。有相片和一些视频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观察到的现象。三年前，布什总统命令收回内华达州州政府管理51区的权限，现在的基地归五角大楼和美国政府直接管辖。值得注意的是，十年前民用飞机也被禁止穿越基地上空。51区吸引世界的注意力已经有30多年了，但是几个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从未发布过任何关于基地以及基地周围发现神秘军事目标的声明。期间，有一些旅行社组织过一些基地外围的短程旅行，相信事实的真相就在那里。这句话的基地狂热爱好者们每年5月30日到51区附近的地方来一次聚会。热心家们在认为是外星人建在秘密基地外部的375号宇宙高速公路旁边，讨论政府有什么秘密计划。临近雷切尔和白端两个城镇的居民，在1986年的夏天都能够感觉到他们脚下地面的震动。当地居民在每个星期四早上7点钟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人们也能听到基地那边传来的奇怪声音。但是当人们提出要起诉基地军队的时候，一切就又会消失，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直到2013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发布的最新一批中情局历史文件里面，美国才首次公开承认了51区的存在。但是文件里面显示的是51区只是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用来研究军用飞机，对于外星人事件却只字未提，这也让很多外星爱好者感到失望。文件里还披露了当年制造和测试 U2 高空侦察机的部分内容。上世纪的商务飞机飞行高度还不足10000米，战斗机也只能达到1.2万米，但 U2 的飞行高度却超过了1.8万米。据说因为属于高度军事机密没被公开，后来被人误以为 U2 侦察机就是 UFO。 这其实不能算是一种揭秘，更像是对过去存在的事实的一次发布。那么是否还有52区呢？答案是有的。托诺帕靶场的官方名称就是52区。托诺帕靶场是51区西北65英里处的一个秘密试验机构，靠近托诺帕，它由空军和 Zambia 国家试验室掌管，和51区没有直接的关系，保密性并不是特别严。从6号高速公路上都可以看到一些设施，基地用作测试战斗机的新开发项目和导弹测试。在靠近正门的地方有大型机库和房屋，在基地西南的山谷中间有很多雷达和测试设备。 F-117 隐形战斗机在新蓝湖完成初期开发后就驻留在这里，但是在很早以前就向公众展示过了。当前比较活跃的看法是有一种新的秘密项目在这里进行。51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仍然是一个谜，即使能从卫星照片中分析出一些